这太扯了。哇塞，这太扯了！哎，队友交给你们啦。对啊，队友交给你们啦。总是找到了吧？我找到了。哇，凯瑞，好猛！所以你的十五、十六、十八加上我的6号全都是刚好那个、欸。对啊，你刚不是说投那个生鱼片？天哪、啊！直接把四个杀手点出来了，哇塞！他们应该心脏很大吧？跳很大。干开外挂啊！没有新人，拜拜。因为你有玩过。哎呦，傻小。哎呦。这个都造型很多、哦，真的。你知道造型多，通常都第一个被打啊。我要打一个穿没穿衣服的。你想炸谁？这个我不好说。我刚刚说想炸谁？我居然死了！我不能当名侦探了，我不能给推单，我好难过。有啊，有问题啊！一开始就当报名。谁啊？有啊，你看，投他，投他，第一先投别人。投他，投他。哎、欸，他说你是，他说他，你第一关就被查到了、欸。我为什么要炸你呀？我为什么不炸那个没穿衣服的？你刚炸我？我刚炸你呀！晴儿。欸，那个当不成勇者还蛮好看的、欸、可是他那个抖动我觉得好像别部动漫也都有他那个感觉，我觉得太多了、啊、沒有 他那个抖动其实前面一两集很多，后面其实就还好、哦、只能看 OP 就故意要吸引人进来看下去的，对对对，先给你好的，哎、欸推单是裸体跟生鱼片啊，不是裸体生鱼片啊，他推单有裸体啊，你看二号杀手推裸体，你们都不跟单哦，哇塞，啊决定了，你们这些现在决定的一定是杀手，看好咯，四号、十八号、十六号跟九号，找到了，就这四个，这四个是杀手，哇塞。看到没有？这些赶快按决定，一定是杀手。没有，我是死人啊！不用听我讲废话。那个没穿衣服的。啊，对吼，哈基你也知道是谁是杀手。嗯，我不能讲话。你不能讲，你讲出来就。对啊，我炸到，反正我这个直接是炸到下面是红色就会死，就会爆。啊，炸到蓝色跟哎红色以外的都跟他一起走。嗯，他的推单有四号啊。哇！真的，所以刚刚你想炸我或者炸他，你都会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搞不好炸别人，人家也以为你是杀手就投你啊，有没有？
你看，再不穿衣服吧。而且我知道他也是死哦。哦，逆转了，要逆转了。这个狙弹为什么不跟狙弹？哦，哎、欸，狙的北青。哎、欸，狙击，你们两个吵架了。红色的吵架了，哎、欸，还有十八，十八也是杀，那、啊、就没啦，没啦。所以刚刚真的马上按决定的那几个，太明显喽。狙为什么不跟狙单？哎、欸，狙击要跟着杀手给的单，那叫狙单，那个是至少不会狙到杀手的单，所以。要会玩，要会看哈。啊，输了啦！哦哟，可恶！我得到多重人格的称号。哎呦，再来要踢谁嘞？哪个有看过的啊？啊，裸体拜拜！期待期待下一场再见到你。哎呦，狙击跟狙弹，我提三个，另外还有两个人可以狙。密码四个九啊。密码看我聊天室哦，开到几点哦？不一定呢、欸，可能等一下也换游戏啊之类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拜。哇。好，做封面。哇哦！来，继续保我。名侦探，探鲁达，探要来办案了。没有啊，就之前都这样子啊。有一次菜渣也开房啊，他从来没有活过第一天晚上过。很正常。对啊，都会这样子。开台玩的通常都会这样子，私下玩的就不会。除非遇到像那种会两个人平常就在一直在吵架那种的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！我怎么变了？为什么那么鬼？为什么没有鬼？怎么办？没有那个裸体可以针对了。你打那个造型最多的啊？哪一个？十号吗？看起来是最闪亮的，对啊，那个钱花很多的、啊，仇富有没有？安倍母汤哦。反正现在新闻都嘛，对，就诱导人家仇富嘛，对不对？你用的，哎呦。没有啊，对啊，如果真的都这样的话，就重开一间房间啊。因为我把眼熟的都踢掉了、啊，然后等一下就是再开一间新房间啊。那再不然就是等一下来玩达尔文计划、啊。等一下再来砍树吧，砍树杀戮。其实现在就可以砍树。砍树杀戮。现在就可以来种菜了，我来种菜，边种菜边玩。哇塞，这么猛！可以拿到个从17年以来就没上线的老手回归奖励，哦，
哦，2017年嘛，2017年，我想说这游戏这么久啊。79，7号，他是没打完吧？我听到农场声音了。你敢调太低？可以可以，没关系。有 VIP 好像可以来个自定房来着。有啊，刚就玩自定房啊。但自定就是没有经验啊，很可惜。太过钩子也是一种罪，想太多喽。想太多喽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跳了。刚刚来没有看到，没关系啦。哦，还好你还是有保我，我以为你保别人了。哦，推的，看不到。你玩报名？我没玩报名啊！哎、欸，我都有查到啊。报名刚刚已经当过了啦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呜、哦，结案了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拿个奖励，蒙培。没有，我刚刚其实拼命在查特务是谁，我怕就是飘到他。哼哼，哎，重开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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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重开。哎呀，我刚刚看又是很漂亮的人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570。进错人了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我按到了广告，我的北汽油啊！哇，我要重新读取进去。没关系，我密码改了。那个是我玩爆米的，注意一点啊！我刚刚还有推单，直接推到3个的哦。超扯耶，刚才讲。你推三个，推一个，就这4个刚好都是杀手。哎、欸，你好了没啊？密码，我要给你了。
还没，我还在读许多你为什么要跟我在同一间？这个位置是哈基的呢，当你被误杀我不知道、哦。都是眼熟名单呢，好，重开啊，可恶，哈基还没进来，你们都看到密码了，可恶。啊，等你。好了，我可以贴那个了。好，五八四。玩过的要给别人机会哟。八四，为什么查不到？你等一下，那等一下。九九九九。对啊，查不到这房间诶。五八四，再刷新一下，更新那个。有了，有了。嗯，这玩这个就很心机啊！哎，雪人很熟悉哦。哎，那个，哎呦呦，十八号刚刚，于里里，怎么好耳熟？我换一下模式。嗯，确定。Hello。有啦，我刚好看到你进来啦，只是我离开你才进来。对啊，你们之后是用改卖票的啦，同乐会票是用抢的。好，可以剪片。哇，好猛啊！这位警察，看一下他的哈，好像是新手，随便拿十号，好哦。1,2,3,4,5,6,7,8，没关系啊，先玩一场，反正他抢到啦、啊，下一场我再踢啊。几号？我看一下哦，11也是，4号11。四号、十一号，好好珍惜在的时间哈。啊，我没开到加速，不，这场会很久，很久了。啊，我中菜了，中菜了，中菜了。打开手机，滑 FB。好坏啊！这谁啊？不是啊 ，Joko， 你知道踢人有 CD 吗？踢人是1分钟呢，你懂吗？就算口头用讲的话，你也知道，我有 VIP 踢人也是要1分钟。所以说，继云月团团泽品秋风，烟花小雨阿尔摩团星杰瑞，欸、差个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阿米狗成员吗？对呀、啊。阿尔。阿尔有啦。阿尔泽平，摩口。有啦。你刚刚说有谁？他继云月团团泽平秋风杰瑞，六个是我们那个工作室嘛？杰克。啊，杰克。嗯，怎么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在弄那个投票的东西。哇，我真的很好奇，繁星那个1000票到底是怎么洗出来的？好扯，好想知道是谁洗的，这么喜欢你。你干，一定是你。不是我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投的是喵哈。因为我觉得喵哈好可怜，一直生病。现在开那个啊，音乐啊。对，我觉得喵哈好可怜。体弱多病呢，一直生病。对不起，可是你是坏轮。你是坏轮。
要休息的晚安，晚安喽。我不敢当暴民，我怕要当特工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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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。你要算吗？想的，等我一天结束。你要算什么？哇，你要算什么？欸，现在齐乐，还是你想玩那个达尔文也可以。都可以啊，看你要算什么。不然你进来啊，我们多一个被针对的啊。也可以啊。好啊。等我今天解释啊，他就边玩边种菜啊，还边剪片咧，超猛的、啊。我现在没办法剪片啊，会有声音传进去啊，第一天我自己笑声。老板，牛冰，我这快笑死了、欸！可是你们这边的人都看过了没？赶快去看，一定有看啊。我没有买警察卡啊，我也想当平民啊，有职业压力很大呢。哇！老板，这鱼好快啊，老板！老板，这个鱼好快啊，老板！我快笑死了，真的。我这次自己再去看一遍，是觉得太好笑了。对啊。欸，而且我真的这15分钟我只剪了30分钟的片段而已。整个几乎都是精华，我不知道怎么剪啊，很累呢。太慢了。一直笑啊。真的。剪片的时候自己一直笑。豆饼豆饼 QQ, QQ 感觉不好吃。你是特工吗 ?QQ。假饼豆饼，酱饼，豆饼，小鱼我告白。而且那时候你们是不是以为是小鱼，不是小鱼？对啊，我以为是小鱼。因为我讲话是小鱼，好可就够追。对，你说小鱼，你以为那个听不出来？我想说，我是不是冒犯到小鱼大大了？哦，不会，我就是以为是我，所以我才那样讲的。哇塞！然后你突然就啊不差啊啊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啊丢啊，就是黑哈的时候，我想你骂到你自己了。无啦，我是讲我自己啦。哇，我的世界现在一直无缺。萌萌的，我也好想要衣食无缺。只是食物。可是我大概活到第二年，哎、欸、没有，第一年秋天就差不多了，开始没有很穷，只有要升级东西的时候穷。啊！我把第一年秋天我把东西全部种下去，我穷跟什么样？我买完种子也都是很穷，我到第二年的时候才开始有存款。就是买完种子种完田不会全空的那种状态。我现在就是在想办法把所有人的爱心都升满。哎呦，当个爱心哦！现在还有两个死小屁孩。哎、欸，出来了。有好多人哦。
最可怜的哇，这个特工还好没保我，赢了赢了赢了、嗯、啊，等一下我去接个电话啊。你一直没保我，垃圾哦，为什么没保我？你不是他老板？不是啊，我以为他一直有保我，殊不知他说一直没保我，他居然没保我，还玩玩那么大胆，天哪、啊！欸，他跑了。哎，你一天过了没？你的一天有点久啊。谁？小雨。小雨啊。小雨。小雨 kick out 电话。他现在应该是在睡觉了。老板那一天的睡觉了。你老板去接电话啦。我操！好啦，先踢一个啦。那我们等小雨把奥基的改成加速哈。快速！红灯还没连进来，没关系啊。小雨，等小雨回来，我们再重开一间。哇靠！从头到尾没有砍我，也没有保我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在玩心理战呢。哎，警察来办案喽！注意一下，思瑶，哇、哦，赶快给巨丹。刚杀手以为反应会被好好哈基居然还活着、欸、我觉得你要被捅、欸、我觉得不是你被菜刀杀、啊、就是我被菜刀哦，不是欸对耶，我们都没死欸三四五随便狙三四五随便狙推五号推，你不要乱推呀、啊！你又不是警，哎、欸，难道你是警察？难道你是警察？难道你是警察？欸、我觉得我是军人。嗯，这时候相信谁嘞？怎么办？我觉得你有问题。你是不是有问题呀、啊？哈基，你知道你脸上有东西吗？你知道你脸上有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你面具摘下就看得到啦。这是没东西啊！我看得到自己脸哈，看得到自己脸哈。可恶！没钓到，可恶！干嘛？可恶！可恶！十三哦，好啦，我陪你啦。啊，你死掉的话就好吧。对你五号有在巨蛋，我来保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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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哇！对不起，我不是特工。特工是你保五号。你们会说四川话吗？欸，我小六老师，小五小六的老师，他是四川人。哦，我们不是讲四川话，我们对呀、啊，我们是用奇怪的腔调讲国语。请问居丹是什么意思？居丹的意思就是你杀手，你看得到同，就是杀手看到杀手的职业。啊，然后怕狙击狙到杀手，啊，先死掉的杀手可以给安全的单，那叫狙单。就比如说，你看哦，如果十七、十三是杀手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我一号、二号，我跟哈基也是杀手。啊，十七先死的话，你看他给三四五，三四五的话里面就没有杀手，所以狙击狙三四五的话是绝对安全的。然后二。然后现在警察给的单就是，这十一十八一定就不一定啦、啊，可能玩心理战啦、啊。十一十八至少就是排除警察以外的，不用保我，不用保我，我没有职业，不用保我，不用保我。十一十八就是、嗯、至少是警察看到警察的，所以我们平民可以投这个，对啊，因为狙单的话至少不会像你看。狙击误狙到了一个杀手，浪费票。
所以有时候狙击不一定要太早跳出来，太早跳出来狙击就浪费四回合子弹，然后后面就没有作用了。那紧要关头可能要狙警察，没得狙，懂意思吗？就是你是坏人啊，你是狙击手，你就是坏人，你要帮杀。26瓶没了，26瓶，那就看那个啦。狙击要帮你是杀手。对啊，狙击是要帮你，不能当无，你不能玩无间道啊。嗯，是。你要帮杀手，但是你不知道谁是杀手。哇靠！你又怕杀到杀手的话。你们这两个太早跳出来了吧？特工死了，你们自己要小心哈。下一场没查到就输喽。哦，结束了。666，哎、欸，小雨你好了没？那看来又可以在一局啊。再把眼熟的是哪一位？11号，刚刚说11号是不是？刚刚我说谁？你，我看看哈。啊，这个雪人最明显，我踢他。雪人拜拜，感谢游玩。哦，这个一定是生命口。开始。那、啊、像那个炸弹客也可以不用太早跳，像如果警察有特工堡的话，警察有特工堡的话就一定要用那个炸弹客去炸，这个意思。卡不到位，等一下等小雨啦，等小雨讲完电话，那、啊、我先去尿尿，这样我等杀手杀完我再尿。呜、哦。好了，尿个尿。快，大家投那个尿尿的那个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凡心在当场外主播，凡心在厕所当主播吗？厕所是要播报什么东西？目前那个大便正在慢慢缓缓的流下来。